谁呀、啊、？Hello， 蔡先生。什么事啊？美先生拿了点假。啊？为什么？就这样，老板娘送了一只鸽，在我人生中第一只免费的鸽。中间没有因为金钱而对他人的歧视，也没有因为利益而对他人的拒绝。需要记住，我们的城活过、爱过、笑过，这就是人生，完美的人生了。怎么这么奇怪？小麦，怎么又买这么奇怪的东西啊？喂，有什么奇怪的？看看有什么买先。小曼，我走了，这星期你自己一个人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啊，这边是鬼月，很邪的哦。没问题，我命大，那就上路吧。我每次说你都不信，自己小心一点。哎，等等，干什么去？咦，之前这帮人狗啊，他们上门是谁爷啊？咁啊，今日咪兴减价，你有冇去啊？对啦，只是买了一个根。一只根，我趁你减价买咗呢个星期同埋个星期嘅早餐喎、哦。唔止咁喎，我仲买埋下个星期早餐喎、哦。
原来是做梦，撒泡尿先。伤害你的，你而家肯定觉得好奇怪。冇错，的确系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其实你可以见到我，只系因为你将我灵魂所依附嘅嘢带走咗。我之所以一直都唔肯离开，其实系因为我放唔低一个人。我虽然喺你哋嘅世界存在，但系我唔会伤害任何人，所以你唔使担心。你唔使惊，我个灵魂本来就依附喺呢只持久上面，系你将我带翻嚟。鬼，你是鬼？鬼，鬼，师姐，师姐是鬼，鬼是师姐。冇错，我系你嘅师姐。喺好多年前，我都系喺广商读书，我系住喺九号楼。九号楼，就是那个九号楼。嗯，如果你想知道九号楼故事，我可以话你听。嗯嗯。这个是一个七年前的故事。是不是说你现在很幸福吗？其实没那么痛苦。听说你和我的仔毕业之后要结婚。是啊。我觉得你都是尽早离开他比较好。我知道你家境困难，如果你随随地这几年的学费，我好容易就会帮你解决。我仲可以帮你写封推荐信添。我正系想同你喺埋一齐。咁你想要咩？即管开个价，只要你可以离开我个仔。点解啊？坦白同你讲咧，因为你啲咁嘅人，点配得上我哋嘅地位啊？现在什么年代啊？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我的仔的前途就会全部毁晒。你的前途比幸福更重要吗？我不理，跟你说，要即刻离开我的仔。师弟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
真的很想见他最后一次，只有这样我才心甘情愿地离开这个世界。师弟哦，可不可以啊？好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。师姐，我要怎么找啊？我知道从那次我不小心跌了下楼，他家人就立刻盖住了这件事。件事发生的第二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没人可以证实的传闻，之后我甚至都没见过他，他就出国留学。或者我先从老师办公室找些资料。嗯？毕竟行政楼有学生的资料，然后我在滤镜档案室看一下有什么线索。我太虚弱了。不知道他现在怎样姐，我找到他了，明天我就会约他出来见面。在泪水里沉沦，孤独他让我。多谢，直根你拿去啦，带佢嚟，但要记得我唔可以离开直根太耐。不用假装还爱着，舍不得还是放开了，我的天真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爷，咦，你咁面善嘅，咪边度见过你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感觉。
中。你系让我出嚟讲师弟？你咁急做乜啦？师姐，啊！师姐，师姐去医家健康，听我老豆讲，佢俾咗一笔钱俾佢出去留学我。啊！你系咪见过师姐？佢依家究竟点啊？点解？点解七年前佢走得咁突然？姐，我唔系师姐啊，食姐系咪嚟噶？谁呀？海螺派李三。